我哋今日要用少少雙語廣播，因為我哋今日咧就好開心咧，請嚟呢個凌宇嘅心理國際中心咧嘅 marketing director 啦，上到嚟，Sunny Song啦，上到嚟啦，同我哋介紹一下佢哋個中心究竟同心理上邊有啲咩關係？係啦，凌宇呢個心理中心究竟係做啲乜嘢嘅咧？早晨啊 ，Sunny。Sunny 早晨，你好。係啊，想問咧係嘛？首先問一問凌宇國際中心呢個心理中心啊，究竟係一個乜嘢公司？机构来的呢？凌宇国际心理中心呢，是致力于服务这个本地华人社区以及中国大陆的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的健康机构。凌宇国际心理中心呢，我们提供的服务包括了心理健康的咨询与治疗、心理评估。儿童的心理的教育，社区心理健康的开发，包括我们提供的一些免费的讲座，致力于给大家营造一个更好的身心发展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环境。咁啊 ，Sunny 咧就话啦，呢个系凌宇呢个心理中心系一个专业嘅心理中心嚟嘅。咁当中包括督导啦，包括心理辅导啦，包括儿童嘅心理辅导啦，同埋有好多讲座啦，同埋心理评估咧，都可以去到咧个中心嗰度去做嘅。咁就当中咧亦都有头先讲过啦，有好多讲座啦，欢迎大家去参与嘅。咁啊 ，Sunny， 我就想问下你啦，你哋入边有咁多专业嘅服务啦，最主要系啲乜嘢嘢啊？最主要的呢，凌宇国际心理中心在加拿大这边所提供的，就是在心理学各个健康领域，包括个人的，包括家庭的、婚姻的、儿童教育的，这个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就是障碍状况的，提供这些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健康的咨询和就是评估这方面的服务。那么我们呢，既提供了就是由企业员工福利所支持的这些个人和家庭婚姻的一些咨询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也提供包括各种人身意外伤害，比如说车祸伤和工伤意外所保险所支持的这种心理评估和心理治疗。咁即系佢哋提供好多咧，系心理评估，无论喺儿童方面啦、婚姻啦、人际关系方面咧，佢哋都提供好多呢一啲心理评估上边嘅讲座啊，包括你遇到咩灾害都好啦，佢譬如你交通遇到意外啊，然之后心理不平衡啊，可以去到咧呢个心理中心里边咧去作一个评估啦，然之后喺保险或者医疗上边咧去做一个嘅履历啊，或者做一个嘅参考嘅成绩吓。是的，非常咁 Sunny， 我想问下咧，喺呢一个凌宇国际心理中心入边提供嗰啲专业服务咧，系有边一啲专家噶？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凌宇国际心理中心呢，加盟我们的专家呢，已经有超过了8位的在安省注册的心理学家，叫 registered psychologist，clinical 的 psychologist， 那还有超过7位的这个资深的心理咨询师，他们都拥有多年的这些专业经验。除此之外呢，我们凌宇还有包括职业生涯规划专家，包括儿童健康儿童教育专家，还有包括这个资深的企业管理的顾问和这个资深的金融服务顾问这方面的专家。因为您知道，有时候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尤其对咱们这样的移民来讲，不仅仅是在心理方面，其实他需要一个更广泛的需求。所以凌宇国际心理中心呢，是以心理健康的服务为主，但我们同时也尽可能的扩展，提供一些相关联的服务。咁當中咧有超過咧8位註冊嘅心理學家，同埋7位咧註冊嘅心理嘅諮詢家喺度嘅，諮詢師喺度嘅嚇。咁當中咧亦都有唔少嘅兒童嘅心理學家啦，或者係教育家啦，咁啊喺曬裏邊啦。包括好多嘅，譬如你遇到咩難題啊，裏邊咧唔係話我哋3年內已經可以講到，要靠一啲註冊嘅心理學家咧先會解決到你嘅問題嘅。咁亦都要包括國語啦、粵語啦、閩南語咧都會喺裏邊。因為頭先 Sunny 都提及到啦，移民過嚟嘅朋友咧，無論喺邊一個地方過嚟咧，新移民咧一定會有面對啦好多心理嘅障礙啦，或者語言嘅障礙㗎嚇。是的，係非常準確。咁當中究竟係好多好多人都會嚟參與，多數係啲乜嘢人？有冇特別嘅族裔咧？其實我們現在的客户就是來源比較廣泛，有講粵語的，有講國語的，有講閩南語的。其實，在多倫多各個移民社區都有。我們注意到，就是說尤其呢，
最近来到心理咨询中心寻求我们这个专业支持、专业帮助的人呢，更多的是关于自己事业的发展问题，关于家庭的问题，关于子女教育的问题，这些方面的这个我们的来访者比较多一些。我谂大家都好关心嘅一个问题咧，就系嗱，呢个专业服务啦，保险里边其实喺呢一间心理嘅中心里边咧，系包含啲乜嘢嘅咧？嗰个保险？凌宇国际心理中心所提供的专业服务呢，我们确实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色，相信很多华人朋友可能还没有完全知道，就是说实际上在这边绝大部分受这个全叫full time 工作，叫全天制工作的人呢，实际他们都有一个叫员工福利计划 employee benefit。一般这个员工福利计划呢，都有一部分的这个保险呢，它叫做延伸健康服务，就是英语叫 extended health care。那这一部分里面其实包括了比方说针灸啊，包括了 massage 啊，包括了去看按摩呀，其实这里面往往还包含一部分叫 mental health。 那 mental health 这里面实际上它就提供了你可以在每年用保险公司所支付你的员工福利，像你看牙医看 massage 一样，去看我们去见我们的心理专家，去进行一对一的或者是家庭的或者是婚姻的咨询。所以这个呢在加拿大是有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个健康体系，它能支持大家在你有需要的时候，不一定需要你有很强的这个很大的强的经济能力或者经济负担才能支付得起。通常这种保险的计划都能 cover， 每年都可以来和我们的心理咨询师约谈3到4次。如果多的话，有的人的因为不一样，像一些尤其是政府机构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福利好的机构，它甚至会支持到每年能够来见我们的心理专家超过10次。而且这个计划往往不仅是 cover 你这个就是这个受雇人士本身，还 cover 你的这个配偶和子女。那顺便说一下，有些不自雇人士他也购买了这方面的 package， 那他同样也可以使用这样的计划。真的不讲是不知道的，因为很多人都会不记得了自己那个 employee benefits 入面就有这个 extended health care 这个 package 了。原来内里入面是包括了一个是 mental health 的。是的。那入面你就可以用这一些这样的保险去看去到这个心理中心那里，原来的费用是可以 cover 的。没错，因为当中不是很多人知道有原來心理都是可以看的，通常啲人會用嗰個 package 去用一些針灸啊，或者係用其他治療啊。但係心理上，如果想揾人傾偈，揾個專業嘅傾偈，都是一個另一種嘅治療嘅層面都可以揾到呢個心理嘅中心裏邊嘅。其實呢個費用咧 cover 到嘅起碼3至4次以上嘅嚇。所以咧就大家不妨可以試一下呢一個嘅服務啦。另外點樣咧先至可以確認到嗰個員工真係能夠享用到呢個服務？這個問題問得非常好哈。就是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尤其在参加过我们凌宇一些免费公益讲座活动的这些这个听众里面，我们发现就是受雇的这些朋友们，就是这个 full time 的 employee， 居然有90%以上不知道。就像您刚才您也会觉得很惊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同时呢，在知道的这个里面就有很多人的问题，我如何能够了解到我的确实 cover？ 因为确实不是100%的都 cover， 但通常有员工福利计划，大概90%甚至95%以上都会有这部分。是大部分呢？大部分了。那如何能够确定呢？其实最直观的方法就是，如果您的公司给您买的这个员工福利计划，它一般都有一个叫 manual 手册，employee benefit 的 manual。那么你在这个 manual 里面，你去查找有一项叫做 extended health care， 就是通常你的牙医、你的 massage、针灸都会在这里面提到。那这里面也会提到心理健康 mental health。那您可以看，如果这里面提到您有registered 的这个 psychologist， 或者是 psychotherapist， 或者是 registered social worker， 那就意味着您可以使用这项福利到我们凌宇来接受这样的服务了。所以咧就可以睇到呢个延伸健康护理计划嗰度咧，去查一查究竟你咧注册咗嗰样嘢咧，系咪可以有咁嘅服务啦？咁甚至乎咧系可以帮到你嘅配偶啊、子女都可以享用呢个服务嘅。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话咧，可以见到咧荧光幕嘅资料啦，咁可以联络阿新理啦。咁可以去一去試一試呢個心理中心嘅服務噶。咁今日好多謝新醫生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嘅，謝謝你，謝謝，非常感謝 Ronnie 和 Camel， 謝謝，謝謝您，早上好。